据说真的是你，你什么时候进来的？今天这么多的戏份，你为什么没有阻止他改变剧情？你变了，告诉我为什么？和他有关系吗？剧情可以改变，但你不该改变的。我帮你恢复剧情，很好。你是谁？到底想干嘛？苏元七，不是队长，你大晚上查我们干嘛呀？你刚刚有看到什么奇怪的现象，或者听到什么奇怪的声音吗？你晚上查完就问这事啊？你就回答我有或没有。没有。没有就好，没有就好。那人认识我，还提到进来。这个人，难道是现实世界的人？你这是做噩梦了。不是。不行，得赶紧结束剧情回去，待久了更危险。梦游啊，梦游就是。